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嗯，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应父积子，积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每天都是你爱我们的证明。 你在升天前许诺给我们，你会和我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世界的终结。求你为我们祈求圣父，为我们派遣圣神，将来我们中间，陪伴我们，引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圣母玛利亚。 请你和我们在一起，善度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善道之母为我等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 感恩季的呃礼庆祝事宜，嗯，前两节课我们介绍的是感恩季的呃行动，嗯、呃，还有植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呃感恩季各部分的意义呃礼仪。 及其每一部分的意义。好，今天呃，我们接下来以后，我们还会从不同的部分，还会再详细的看几个呃课件，所以大家先不要着急问我还没有提到的内容啊，因为我们计划是五十节课，我们现在刚刚。 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啊！我们先听课，然后有什么听课快结束的时候，差不多，如果还有讲过的问题不明白，那我们再问。好，那我们今天开始啊、呃，从晋唐式，也就是开始里，嗯、呃，就是我们开始根据《弥撒经书总论》来看各部分的意义。 圣道礼仪之前的仪式，我们叫进堂式啊，也称开始礼，包括进堂咏，从进堂咏开始到之后词、忏悔礼、垂帘经、光荣颂和祈祷经。这个开始礼具有开端、引导与准备的作用，所以我们说感恩祭一共是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圣道礼仪。 第二部分是圣祭礼仪啊，这个进堂式是圣道礼仪的啊前面的一个啊开始礼，具有开端、引导与准备的作用。开始礼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共聚一堂的信友形成一个团体，准备自己妥善的恭听天主之圣言，合宜的举行感恩圣祭。 嗯，这有号。刚才我看群里有一个信息说，我在讲的时候把训令或者是总论的那个是多少号说出来。呃，不好意思，我没有全部都背过来。 我只是知道这里边有这内容，我如果知道有呃知道的嗯号码，我会说出来。如果我不能全部都准确的背过来，我就这样说，然后大家可以根据我们前面做的那个导读啊，可以去找，也很好找的，尤其是在第二章和第四章里边啊，第二章就弥撒的结构和要素的部分。 第四章就是举行弥撒的各种方式啊，这个都很好找的。关于植物部分是在第三章，所以就是我们讲到哪一部分的时候，就在基本上就在这个里边看着前面的目录就可以找了啊。关于就是布置和装饰，你就第五章嘛。第六章就是举行弥撒的嗯必要的用品啊，这个我们关于祭器啊、祭服呀、啊，这个我还没我们还没有讲到啊。那这个就是看着前面目录，因为我们又全部都。 哪个号码全部都背过来？<laughs> 好了，那我们继续。晋唐式礼仪总之在总论的四十六到五十四号里边啊都提到了啊，我没有全部嗯把它复制下来，只是这样整理了。晋唐咏，我们首先一部分一部分来看。刚才我们介绍呃晋唐式包括啊晋唐咏呃之后词忏悔礼垂帘经光荣颂祈祷经。那么我们一。 一个行动一个行动，一部分一部分的，我们来看一下它各有什么意义。呃，每一个部分呃，该怎么样呃，就是规范的去举行，是金堂涌的作用。这个就是关于如果要是尤其是唱经班了，就要要专注一些。 啊、嗯，当然，所有人都要都要专注的听，当然，尤其是特别是唱经班，为什么？因为唱经班他会他要带领信友呃唱的部分，呃，进堂咏呢，通常都是唱的。进堂咏的作用是开始胜利，并促进参礼者间的团结，以及将他们的心灵导入该礼仪的奥迹中，也为伴随主祭与福礼人员的进堂游行。 这就很清楚了。我们知道了进唐俑的作用之后，所以在选择进唐俑在什么时候唱进唐俑上边就清楚了。它是伴随，它是一个伴随着游唐进行队伍时候唱的，啊、嗯。另外呢，进唐俑的作用，它是开始升利这一个歌选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促进参礼者间的团结，以及带领参礼的会众导入今天。 当天的礼仪的奥集当中，而不是随便拿一首歌作为进堂用的。那我们耶稣呃升天节刚刚过去，那耶稣升天节的歌，呃升升天嗯节这一天我们所唱的进堂咏，那就和我们四旬期第一主日唱的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是同样是进堂用，所以。 那我们要选择歌曲的时候，要与当天的礼仪奥迹要呼应啊，要配相配。进堂咏以后是啊，之、呃、后嗯、呃，嗯，是一个是致敬祭台啊，主礼、府礼人员到圣所时，口亲祭台，向祭台深鞠躬致敬。 主祭斟酌情形，也可以向十字架及祭台奉香。这个意思就是说，呃，在向祭台致敬以后呢，口琴祭台完了以后，如果要是有奉香礼的话啊，当然如果有奉香礼的话，就是向十字架、嗯、呃，及祭台奉香。如果没有呢，那就嗯、呃，口琴祭台完了之后，敬堂咏完了之后，嗯、呃，这个。 总论五十号，主祭站在其座位前，不是站在祭台前啊、嗯。现在还是有一些主理神父举行感恩圣祭的时候，口琴祭台完了之后，直接就站在祭台前，从始至终都是在祭台前完成所有行动啊、嗯。这是很不。 不规范的一个没没有按照教会规定的举行礼仪的这个位置去举行。金堂永之后，主祭站在其座位前，与全体会众一起画十字圣号。这个画十字圣号，这个呃，其实我们学习了之后，按照弥撒经书总论，再加上感恩祭典，其实就很清楚了。你看感恩祭典上边都写着主祭。 啊，带领会众一起画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这是主纪念的。然后信有答阿门。所以尤其是主礼，主礼一般都是拿着话筒。如果在大的礼仪空间的时候，主祭啊，前面或者是说带着的那个呃，都会有话筒。所以你就主礼只是念主礼的部分。 那信众的部分，请主祭不要读大声的读出来，因为那不是你读的，尤其是在有话筒的时候，都显得很不协调。呃，唱光荣颂啊，或者唱信经啊，就一起来唱，不要单独突出一个人的声音，那就显得很不协调。嗯，然后呢，就是主祭向共聚，画完十字生号以后，主祭向共同共聚一堂的会众之后。 宣誓主亲临于他们中间，然后主祭就是有三式之后词啊，不知道呃神父们是不是有选用，还是说一直都用一式？所以提供了几式我们可以选用的啊，一共有三式。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第二是是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 第三是是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嗯，通常我们遇到的多的时候都、就是呃、嗯、比较简单的愿主与你们同在。嗯，总之这三世都是这个之后呢，都是宣誓主亲临于我们中间。接着呢就是嗯这个主祭的滞后集会众的这个回应。我们说啊愿、呃、主祭说愿主与你们同在，我们答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这个彰显出来教会团聚的奥迹。我们这是一个团体的行动，叫整个教会的行动。所以，呃，我们说，嗯，反而，呃，礼仪改革以后，就是给我们说，我们的礼仪它是，呃，是一个团体的行动。我们要有至少一位服礼人员啊，要要举行这个，呃，公开的敬礼。 而不是以前，反而以前的一个神父一个祭台，谁愿意什么时候举行都可以，就完成任务了。呃，不是的，啊、嗯，这更彰显出来教会团聚的奥迹，所有人一起的参与。像会众之后完了以后，就是呃这个主祭啊，或者是执事，或者是另一位福利人员。 呃，如果再有，嗯，就是需要的时候啊，比如说今天来了一位书记，呃，来了一位主教，或者来了一，或者有哪些需需要跟大家说的，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大的家庭，一个团体，所以如果有有需要做简短，嗯、呃，就是一个介绍的呢，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之后完了之后，呃，之后完了，呃，以后就是我们。 有这么一个极简短的，用极简短的几句话啊，介绍一下，嗯，就行了啊，或者是神父没有什么介绍的，那就说一下今当天的呃弥撒的呃意义、主题啊，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特别为哪个意向祈祷也可以的啊，这是关于画十字圣号，然后全体呃就是。 静默片刻，然后有一个忏悔词啊，嗯，之后完了以后，神父要说：“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这儿呢是有一个静默的啊，嗯，我们前昨天前,前天我们学习的是呃静默，呃花了一些时间，我们尤其讲了一下，嗯，感恩圣祭里边的静默是一个神圣的静默礼仪的一部分。 那个，那我们就是有几个地方静默，我们也说过了，一共有五个地方。我特别我说的还很慢，而且说了好几遍。这呢，就是总论上面也有说，而且我们看感恩祭典上面也有说，感恩祭典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都是一个指示啊、嗯，它红色的字啊、呃，括号上面写着静默片刻。嗯，很多的时候都把它，互，删略删除了。 忽略了，嗯，省略了。那我们下来以后要注意，这个时候是静默片刻，反省我们各自在最近最短时间内，从上一次啊、嗯、参与感恩升级以来，我们所犯的过犯，嗯，一些过失、罪过等等。然后就是，我向全能天主和各位教友啊、嗯，这是全体念的啊，不是说。 呃，也不必呃，主祭带领念，啊、呃，这是全体会众一起念的。然后有呃，一起诵念这个忏悔词。在主日，尤其在复活期内，可以举行祝福圣水及洒圣水礼来代替忏悔礼，以纪念圣喜圣事。这一个应该是在五十一号，这个总论五十一号。 尤其对，这就是啊，uh, 在主日，尤其在复活期内，可以举行祝福圣水、及洒圣水礼来代替常用的忏悔礼。这个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所以，因为有的地方，哎，不是有的地方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一些的地方很多，都是洒圣水礼，没有祝福圣水。这个呢，在复活期内，我我前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不过这一次可能有一些人也没有听到。 啊，尤其是神父们要特别注意，在感恩祭点的第应该是第一页、第二页就有。嗯，我这儿有本感恩祭点，感恩祭点第第一页，感恩祭点第一页就有。嗯，洒圣水礼，洒圣水礼是包括啊祝福水及洒圣水礼，不是直接洒圣水的啊，只有嗯、呃 圣周六守夜礼还有复活主日撒圣水是复活呃就是圣周六晚上祝圣的圣水呃之外，其他别的时候，所有我们所举行的撒圣水里都需要祝福水，先祝福水，然后再撒圣水。我说的够慢了，那我们就看一下感恩祭典上面都有给提供了。 复活期外撒圣水有复活期外祝福圣水即撒圣水里。那复活期内有复活期内祝福水的经文，然后再撒圣水。而且呢，前面这一句话不是祝福水的经文。各位教友，请大家一起恳求天主降福他所创造的这些水，我们将这圣水洒在我们身上，等等等，纪念纪念我们受洗的大恩。 这不是祝福水的经文，这只是一个邀请。然后呢，才是祝福水的经文。全能永生的天主，你创造了水，供给我们洗涤，供给我们饮用，维持我们的生命。你也愿意用水洗净我们的罪恶，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纪念救主的复活，求你降福，然后画十字。这些水，这是祝福水的经文。 我看到的时候，哎呀，没有办法，神父很多的时候都都是也不是为图省事儿。我想神父应该不是为图，只是说不知道了啊。我们现在学习了，知道了，我们尽量的就规范化的去举行啊。我们不是洒圣水里，是祝福水及洒圣水的经文啊，及洒圣水里，祝福水及洒圣水里来代替忏悔礼。如果有忏悔礼，就没有这个祝福水及洒圣水的礼了啊。好了，这个忏悔礼。 这是洒圣水，是在尤其是复活期内啊，洒圣水，呃，纪念圣喜圣事就更比较呃，就是更合适。呃，在礼书上没有规定每主日必须洒圣水啊，尤其是在常年期和复活期的主日洒圣水，呃，是比较更合适的。呃，就是。 呃，根据礼仪的礼仪年的这个精神了啊。那么，如果要是其他别的主日，我们如果用忏悔礼，比如说在四旬期的主日、江临期的主日，如果我们不用呃这个呃，当然礼书上没有规定禁止呃江临期、四旬期的主日呃禁止洒生水。呃，但是呢，呃，根据礼仪年的精神呢，那我们就是说呃，根据礼仪节期的这个精神，我们。 更适合呃用呃这个忏悔礼。好了，嗯，下面是垂怜经。垂怜经是信友向主的呼号，并祈求主怜悯。通常由全体与歌咏团或唱经员对唱。垂怜经每句通常重复一次，但是呢，因着语言的性质、曲调与场合的关系，也可以重复多次。 嗯，这个垂帘经就是看情况了，不是不一定就是重复一次。嗯，这是垂帘经。呃，光荣颂，光荣教会在圣神内光荣，并祈求天主圣父和基督的赞美诗，诗句内容不得更改。江宁，呃呃，光荣颂在什么时候唱光荣颂呢？是在主日。 除了江陵期四旬期的主日除外，节日、庆日以及其他特殊庆典应唱或者念。所以在江陵期四旬期的节日、庆日啊、嗯，仍然是有的。只是除了江陵期四旬期的主日除外啊，其他主日和节日，只要是节日、庆日或者特殊庆典，今天圣今天星期四，比如说。 我们今天这里有圣神父举例子啊，那么也是有的啊、嗯，应该唱或者念的光荣颂、祈祷经。主祭邀请大家祈祷，在静默中收敛心神，请大家祈祷。这个上一节课我们提到了，那么请大家祈祷完了以后是静默片刻。这个时候我们是向天主啊祈祷。 把我们的祈祷意向提出来，放在天主面前，然后静默片刻之后，主祭以全体会众的名义诵念祈祷经，此祷词说明所举行之礼仪庆典的特性。所以我上次建议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呃，就是接纳了我的建议。 在这个有手机上面有这个我灵赞松主的上面去，在参与感恩升级前有看弥撒经文整篇的弥撒经文，除了每天的读经啊之外，有看祈祷经啊、献礼经，还有灵柱后经等等啊，有没有去看？不太清楚。 好，晋唐式这就结束了。那我们看一下晋唐式礼仪的禁忌啊、嗯，应该注意的地方，不要以向十字架致敬来代替祭台鞠躬。我们前面也讲过，祭台代表基督，它是整个礼仪空间的中心，所以我们是向祭台鞠躬，不是向十字架鞠躬。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我不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向十字架致敬，而是向有祭台的地方才鞠躬，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举行感恩圣祭的时候，在圣堂里边，我们在举行感恩圣祭中，我们是向祭台鞠躬，以祭台为中心。当然，你其他别的时候，你我们看到十字架，当然是要鞠躬的。 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上课，出了一点误会。我我个人觉得我说话不是很快，然后也是讲到这里，我说在弥撒生计当中，我们不要向十字架致敬，要向祭台鞠躬。有一个差不多有六十左右吧，一个一个老人，然后他就下课以后就跟我说。 哎呀，修女，我可是知道了。我我每次在我们家里边看到，我到别的地方进堂也好，我一看到十字架，我都深鞠躬。我这次可知道了，以后我不向十字架鞠躬了。<laughs> 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就给他解释。我是说，我们在圣祭里边，感恩圣祭里边，我们是应该向祭台鞠躬。进行的时候，我们当然在其他别的时候，我们理应向十字架鞠躬了。在祈祷前后。 啊，或者是在有十字架地方，我们祈祷，呃，平时平日的祈祷都是都应该鞠躬啊。啊，后来他才知道，哦，他说我还以为你的意思是说不应该向十字架鞠躬呢。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因为现在我们呃各地的都有，而且、呃、信友也不少，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不要误会，呃，不要读出进堂咏，一说咏就是用来唱的啊。 呃，圣咏，呃，这个一般晋唐咏都是取自圣经或者直接是圣咏，所以这个尽量能唱的话，我们尽量唱。如果不能唱，这个，嗯，总论，我看总论应该是在四十八号上面说，晋唐咏由歌咏团与会众对唱，刚才我们也已经说过了啊，或者唱经员与会众对唱。 嗯、呃，也可以由全体会众一起唱，或者是只由歌咏团来歌唱也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前面在学习呃这个呃弥撒的结构要素的部分，我们已经学过，就是必须要全体会众要回应念唱的呢，那肯定就是天主经啊、呃，信经这要全体会众一定要一起的。那这个呃进堂咏呢，不一定。 必须全体都要会唱，一定都要唱啊！这个是呃，可以有灵活的，就是部分。那么四十八号上面也就提到，嗯、呃，就是我们歌咏唱晋唐咏，嗯，曲自，就是要选择适用该日或该时期的圣歌啊。这个歌词应是主教团批准的，所以不是随便一个。这原则上是这样的啊。 呃，不是随便拿起个歌来就当敬堂用啊。有的时候我就遇会遇到，嗯，唱什么呀？当我在黑暗、痛苦、绝望中啊，这个当成敬堂用。有的时候还当成打唱用呵呵。哎呀，随便拿个歌就会唱哪个歌就当了一当就就就成了，所以就很不合适。所以如果进堂的时候啊不会唱啊，没有合适的，不唱敬堂用。这个四十八号上面说。 则由全体信友或当中的几位或读经缘，诵念弥撒经书所提供的对经，否则由主祭本人诵念。啊，你说三个老头儿，两个老太太，他都不识字，也念你根本都没没办法念，也眼花，而且呃他也听都听都听不见，得大声的喊啊。所以那那你说呃有有有信友答，他有的时候都听不清。 啊，所以那就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了。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呢，就是说，呃，正常情况下啊，通常情况是什么样的？常规，呃，特殊情况我们再特殊对待。呃，另外呢，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我在上课期间啊、呃，现在就慢慢应该是开始了。可能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提到一些，呃，举一些例子啊、呃，为了帮助大家明白。 但是一定要呃，就是明白，我一定是无意会提到哪个堂口啊，或者是哪位神父呀、啊，或者是哪位弟兄姐妹，可能会和我举的例子会相符。但是呢，我不认识，我也看不到，嗯，哪个人在听，我也不知道。呃，有谁听看直播、听回放，我现在都不知道啊。有一部分人也是我看了记录，其实也不太清楚的。 不管怎么说，我只是举例子说明这个呃规范化的礼仪该怎么样进行，教会的文件上怎么样规定，我们最好要注意哪些方面。我只是为了说明这个而已，而无意伤害哪一位弟兄姐妹啊。如果我我说的完全符合你的情况，那嗯，就是我先提前向你说声对不起，呃，我不是故意要拿你的呃。 这个现象啊，拿你那边的习惯啊当成一个课件来给大家说的，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啊，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呵呵所以我我要注意，先提前跟大家先说一下啊，我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我不知道现在谁在听。好，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堂《晋唐勇就是呃。 如果不唱的话，啊、呃，有全体会信友啊、呃，或者当中几位，或者是读经员，或者是啊、呃、主祭本人诵念也是可以的。当然能唱，尽量我们是唱了。下面一个，不要省去十字圣号。即便进堂前有其他礼仪画十字时，主祭不要说阿门啊、呃。这刚才我们提到了。 因为阿门是信有的回应啊，主祭你就说就主祭就就只是呃说主祭的啊之后嗯祈祷等等，那信有的就是信有回应的，不要改变之后词，以免失去它的圣经渊源。我们说在礼仪当中，每一句话，每一篇经文。 包括我们所选择的圣乐歌曲，都要求是，啊，圣乐歌曲都是都要求是来自圣经，或者至少由圣经默启，至少由教会啊主教团批准才可以使用礼，呃，这个礼仪音乐在呃这个神圣的礼仪当中才可以使用，包括我们礼仪经文。 啊，常用经文也好，我们的就是呃，圣经更不用说了啊，达昌永也不用说，所以我们的祈祷文也是一样，全部都是呃来自圣经的，至少有圣经，呃，有有就是呃，就是由圣经呃有关的啊，所以呢，那我们尽量不要去选择与。 教会安排的礼仪经文不相符，其他的歌曲来替换了我们教会规定的这些经文和歌曲。嗯、呃，还有就是这个改变之后词也是一样啊。有的地方，呃、啊，这在国外遇到的情况比较多一些啊，在大陆也有的。比如说滞后，之后院主与你们同在啊，与你的心灵同在这之后了。完了之后啊，神父就说：“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要不就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啊，大家下午好，大家上午好，大家晚上好，主日好，然后呢就欢迎大家来到圣堂，怎么怎么样？哎，真是，其实哪有这个哪一本感恩祭典上面也没有这样的问候呀？我们已经进堂式已经开始了，主祭已经带领我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胜利，他这一句。 主理这一句“大家好，问候”，一下子就好像我们现在才开始，所以不要添加，不要改变，不更不要删除哪一个字，哪一个句话啊？要按照我们礼书上怎么写，我们就去怎么做，不要把简短导言变成长篇的讲道。 这也是有有的时候会，呃，有的时候会把简短的导言变成一个小讲道，然后省去了福音后的讲道。有的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本人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要注意，我们是什么是到了哪一个行动，教会怎么安排，我们就去怎么做。 这里只是一个极简短的导言啊，是可以的，都不是必须要做导言的啊。如果觉得有必要，可以做一个几句话、一两句的导言；如果没有必要，就没有了。但是这个讲道呢，它是不能，呃，这里的导言不能代替讲道的。不要在忏悔里结束时画十字圣号，嗯，有的地方也是。然后神父在。 结束忏悔礼，嗯，怎么说？嗯，我向全能的天主，呃、嗯，和各位教友、就是，这是呃那个忏悔礼。然后最后，嗯嗯，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这最后这忏悔礼最后的这一句话，呃，有的地方是有画十字圣号，呃，什么意思呢？呃，我不清楚。那就是问这个画十字圣号的。 呃，好像是我也问过，嗯、呃，有人跟我说，我我到一个地方去上课，他们就跟我说，呃，修女这个地方应该画生蚝吗？我说没有画生蚝，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见别人画我就画，呃，有的有的呃有的说，嗯。 我看神父画了，我也画。<laughs> 哎呀，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不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要添加礼仪当中没有的啊、嗯。我们除了看总论，然后除了首先看感恩祭典上面是怎么样的安排的礼仪，然后呢再看一下总论，基本上就清楚了啊、嗯。至少是规范化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啊、嗯。你说有的时候他说这样，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 啊，神父这个神父这么说，然后遇到一个什么外边的神父，就觉得好像，呃，说的比较对一样，然后又不一样，呃，一下出来五花八门的出来这么多，那什么是哪谁是标准呢？谁说的对呢？那我们就看感恩祭典和这个总论上边怎么规定，这就是标准了啊。其实礼仪标准呃规范的举行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看礼书怎么写就去怎么做，没有写的就不去做。 怎么写就怎么做就好了。好，这是晋唐式的礼仪，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呃、啊，我这个还呃，晋唐式这个先不回复。嗯，我还没有讲到，你都问了我，我还没有讲的内容这个。 一会儿讲到再说，嗯，好，那我们先看，我们现在在说晋唐氏弟兄姐妹们，跟着我走，你们怎么跑的那么快，都快飞起来了？我现在在已经走的不慢了吧？<laughs> 我们要慢慢来，我们现在在讲晋唐氏啊。 清楚了这些，我我估计讲的差不多吧。然后，如果再有问题的话，我们下来再说。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圣道礼仪。圣道礼仪嗯，总论是五十七到七十一号。圣道礼仪的主要部分是由攻读圣经及读经间的歌咏所组成，包括啊，读经完了以后有讲到啊，就是读经呃圣呃。圣呃 嗯，圣呃达畅勇，啊，然后是讲呃呃福音啊，福音也属于是读经啊，然后讲到信经与信有导词，这是圣道礼仪的呃主要的几个部分。那么其中的讲到信经与信有导词，是圣道礼仪的发挥和总结。那么圣道礼仪一说圣道礼仪就是读经了啊，就是聆听。 天主的圣言，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天主借读经和讲道向其子民发言，揭示救恩奥迹，提供精神食粮。基督借自己的话亲临于信友之中，会众以静默和歌咏来汲取圣言的滋养，并借宣信。 表示忠于圣言，也因着圣言的力量，为教会和人类的得救祈祷。这个呢，这是我们呃所现在看的圣道礼仪的主要意义。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要明白。我希望大家跟着我的思路走啊！我们在看圣道礼仪，在。 讲聆听圣言的部分，聆听圣言和我们读经还不太一样，因为在礼仪当中，我们前面学过，基督亲临于我们中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就是借着圣言亲自向我们说话。他临于读经、宣读圣言、宣读天主圣言的啊、呃、读经员身上。 借着他的口向他的子民发言，所以在我们聆聆听的时候，最好不要有什么投影去看，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礼仪行动。我们要去有读读的，他代表天主，天主借着他的口向我们宣读。那我们呢，去用心的去聆听，和我们自己去看着那幕布，看着那个投影上边的字去看。 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呃、要要去呃聆听，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聆听的一个行动，而不是去看。然后呢，呃，这是呃，然后就有达畅勇了。达畅勇也是天主圣言，那我们也是用我们的有读经员来带领，那我们有回应的部分啊，这是这个嗯。 天主圣言，那么读经、攻读圣经，就是为信友提供天主圣言的宴席。我们说有两张餐桌，一个是天主圣言，一个是耶稣圣体。啊，天主圣言的宴席为我们敞开圣经的宝库，因此必须遵循圣经选读的安排，借以彰显新约、旧约及旧恩史的统一性，以非圣经作品来。 取代载有天主圣言的圣经选读和大唱咏是绝对禁止的，啊，这个是不可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读经集啊给提供的当天的啊，就是读经来去选读，不可以随便找一篇啊，就是圣经来嗯、呃、当成当天的读经。依照传统，读经并不是主理。 啊，不是主理神父的，而是福利人员的职务，就是读经员的。每篇读经后，读经者欢呼结束词上主的上言，参礼会众予以回应，借此对以信德和感恩之情接受的天主之圣言表示敬意。这个呢，呃，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 读经后的这个回应，呃，读经后呃的这个这叫结束词啊，这读经者那个最后的结束词是上主的圣言。这个应该这自己可以看，可以找到。我没有背过来是哪一这个圣道礼仪，应该是在刚才我说过，这读经是在那个。 呃，五十七号啊，弥撒经书总论五十七号上面都有的啊，现在五十五十九号啊都有的，五十九号，嗯，有会众参与的弥撒中，常应在读经台上读经，这是五十八号啊。刚才我说的是五十九号，现在我们正在说啊，用上主的圣言，我们来结束呃读经的结束词是上主的圣言。关于这一个上主的圣言，很多地方都是一上是天主的圣训。 呃，然后是天主的圣言，嗯、呃，还有就是，呃，呃，香港那边是上主的话，嗯、呃，还有是什么呀？嗯、呃呃，就是上主的圣言吧，有有不同的这个结束词的。关于这个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呃，现在我们看到的呢，这个总论上面的确是啊、呃，上主的圣言，呃，这个。 感恩祭典上面呢写的是：以上是天主的圣训。呃，因为中文地区呢，我们只有台湾是有主教团的，所以梵蒂冈通过的是台湾版本。呃，我们都说了，这礼书要通过圣礼部批准才可以使用。那我们现在使用的感恩祭典基本上都是一九八二年的。我这里有一本是一九八零年的呃感恩祭典，呃，那个那是很早了。 那个，你像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九八二年的版本，即便我们又翻版，全部还是原来的版本，几乎嗯没有没有什么修改，呃，不但没有修改，还有好几处错误啊、呃，会有几处错误，所以要特别注意。有的有的，呃呃，错误还是大错误啊、呃，像《感恩经》啊、呃，有的是大大错误都出来了。当然，我们不就不提那错误了。我们现在还说上主的圣言。 因为，嗯，这之前一九八二年这个版本呢，它上面都是以上是天主的圣训，因为这个版本是老早几十年以前啊翻译的，被批准的。那么呢，我们就只能是看拉丁原文了。那个这个拉丁原文呢，一直拉丁原文是 Valbum Domini。 这个直译的话，因为我们都是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呢，这两个词的意思就是“画上主的”。所以后来呢，也就是现在台湾的这个三个呢，呃，现在等于是呃读经一、读经二，还有福音，呃，全部都改成上主的圣言，都是按照拉丁原文，呃，就是。 直接这么翻译的，也是按照现在二零零三年修订的这个呃呃《弥、呃、撒经神总论》上边呃说的上主的圣言，包括福音也是一样，这总论上面也都有是上主的圣言。而香港前两个翻译的呢，就是前两个指的就是读经一、读经二了，他们翻译的呢就是上主的话，他是这样翻译的。那福音呢，他就翻译成基督的福音，但呢，这都是私下的更改，他没有。 得到教廷的批准，所以呢，根据梵蒂冈最近对英文译本的审查，就是我们现在我在导言部分好像给大家提到了，我们现在呃最新版的感恩祭典是二零零八版的，那么最新版的二二零零八新版的感恩祭典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我这里呢有我我我有一本，但是暂时还没有到，呃，过几天我就会收到。 那么这个英文的呢，嗯，就是范迪刚已经在英文把最新版的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已经审查了，而且要求呢就是逐字逐句的对应的对应原文，估计呢就是最近呃计划是提交的中文新定的这个版本，嗯，呃、嗯。 可能就是会通过三个、呃，都是用上主的圣言，因为呃，这个总论中文版的总论，嗯、呃，这个弥撒经书总论已经批准了嘛？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太阳主教团批版，呃，批准的这个呃弥撒经书总论嘛，就是现在大家手上拿的这一本啊，买的那一本、呃，都是上主的圣言，呃，可能会通过。那么，二零零三就是已经批准了，它上面就是上主的圣言，它不会说在。 怎么说啊、嗯？再去有新的翻译，而且呢，我们根据圣言，它是圣经用语。如果我们要说话，你看我现在在说话，是吧？这人在说话，好像用按我们中文的这个表达来说，用这个圣言比较呃更容易，就是人们普遍的都接受啊。圣言，天主的圣言，上主的圣言。而且我也看到，我这里也有，就是香港一九九七年版的啊，胡振中书记。 批准的福音书上面，呃，用的就是这是上主的话，它是这样的出的。不过呢，嗯、呃，虽然有着不同的这种翻译，就是翻译都是拉丁原文啊，Valbum Domini 这一个原文呢，嗯，如果要是按着，呃，就是最近的这一个趋向吧，我们就是，嗯，大部分都是去掉以上啊这个前缀了。 而且不用以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在礼仪当中，上主都在向我们说话，不仅仅只是在读经的时候，在读福音的时候才向我们说话，天主一直都在向我们说话，包括静默的时候，上主也也也在嗯呃静默中向我们发言啊，所以在礼仪中呢，呃上主呃就是嗯，我们就是在与上主。 相会、沟通、互动啊，所以不只是局限于读经。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按照《弥撒经书总论》上面呃批准的，嗯，读呃用使用呃上主的圣言是这样的。好了，按照呃依照传统读经，并不是主理，刚才我们说过了啊，不利人员的职务，这个刚刚说过的。 共读福音是圣道礼仪的高峰，礼仪本身教导应以极大的前进共读福音，好能在多方面显示出它有别于其他读经。执事或思铎读,读完福音，高呼上主的圣言，信众回应：“基督，我们赞美你。”这个是总论啊原文了。 达畅永，达畅永具有重要的礼仪及木灵价值，因为它协助人们默想天主之圣言。达畅永要与所读的圣经配合，通常应取自读经集。啊，不知道大家那里有没有读经集？啊，温州那儿哈，呃，就是出的有逐日读经集和这个平日读经集，是根据最新版的，嗯。 应该是二零一七年，一七年吧，好像是一七年出版的，啊，就是最新版的这个弥撒经书和最近和一直截止到二零一七年啊，教会嗯新呃最近呃增加的一些庆日啊、必行纪念日啊等等也都添加了，嗯，很就是一些很不错的啊精装的读经集。 如果大家愿意，如果需要买的话呢，下来以后发到群里边有个链接，你们下来以后可以自己买。答唱咏最好能采用歌唱方式，或至少咏唱会众回答的那部分。若不能咏唱圣圣咏时，则用有助于默想天主之圣言的适当方式来诵念。啊、嗯，这都是原文，这是那个呃总论上面的原文了。下来以后我们自己可以看一下。 啊，嗯，福音前欢呼，福音前的读经宣读完毕，唱阿莱路亚，或依照礼仪时期按礼规选唱另一首圣歌。啊，这就指的四旬期的时候，我们有另一首圣歌，因为不唱阿莱路亚。这项欢呼本身构成一项礼仪式或行动，参礼会众借此迎接那位即将在福音中向他们发言的主。 并以歌咏宣认他们的信德。嗯，这个总论上面说，若不唱阿莱路亚或者是福音前短句，则可以省略之。他这个意思呢，这个就是在六十六十三号。他这个意思就是，呃，因为阿莱路亚呢，它是用来唱的。 啊，阿莱路亚就是福音前的欢呼词。如果我们不欢也不呼啊，不唱阿莱路亚，那就就省略。他是这个意思，其实是鼓励大家尽量是唱的啊，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呃全体站立啊、呃，面向福音，然后我们有唱阿莱路亚，伴随着福音游行，然后我们还有呃就是呃蜡烛的陪伴。 呃，这都是突出正道礼仪的高峰啊！这个，呃，福音聆听福音，好讲到这个，我们前面给神父们上课的时候详细的已经讲过了，所以就在这里就呃，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好了。讲到是礼仪的一部分啊，为滋养信友的生活是需要的，应极力推崇，尤其是呃主日节日，这是必须要讲到的，神父有义务要讲到。 但是讲到的内容要特别注意，是按所庆祝的奥迹，还有听众的特殊需要，阐释所读的圣经和弥撒常用经文，或者是本日弥撒的专用经文，而不是其他内容。讲道通常是主祭的职务，他也可以委托一位共给司铎讲道，或斟酌情况，也可以啊委托一位执事讲道，但绝不可由一位平信徒讲道啊，包括分享。 啊，这个在讲呃给神父们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啊、呃，一定要特别注意，嗯、呃，不要是把这个讲到的时间啊，这个怎么说，让几个教友分享一下啊，分享与当天聆听的读经与当天礼仪的庆祝无关的内容。虽然是信有生活啊，虽然是与宗教有关系的，与信仰有关系的，但是。 那不是礼仪的一部分，我们没有权利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尤其是读经台啊。刚才嗯嗯没有提，刚才只是提了一句，是读经读经台是只有读经员啊，或者是只是读福音或主理读福音啊，还有就是答唱咏的啊，或者是信有导词的。除了这之外，任何人没有资格去上读经台上发言或呃。啊 说什么堂区事啊、呃，宣布堂区事宜啊，啊、呃，或者是领唱经的去上面领唱啊，指挥呀、啊，啊、呃，或者是呃说个什么事情啊，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那是宣读天主圣言的地方，不是人讲话的地方啊、呃，要特别注意。嗯、呃，原则上使用的这些礼仪用品都要经祝福才可以使用。 这个呢，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呃再讲到礼用品上面，会详细的再讲一下啊。那个要特别注意啊、呃，不能随便去上读经台。有一次我去上课的时候，人也很多，差不多二百多人。你像我的，我我也有咽炎，很嗯，如果声音太大了，一直这样说就会犯咽炎。那你又没有话筒，只有读经台那个话筒还是固定的，不能移开，怎么办呀？那个神父会长就说。 哎，修女没关系了，你就凑合着先用一会吧，你就在读经台吧。那这么多人怎么办？我又是讲礼仪课，那真的是不合适，没有办法。我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在中间，我在中间这样前后都能听到。我因为我那不是我说话的地方，不是我说话的地方，我就不应该去，那是天主说话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即便是呃，我们不是。 受呃经过祝福的读经台也是一样，也应当受到呃尊敬。那我们也使用呃宣读天主圣言的地方，尽量我们是不是啊人不要去上去随便讲话的，嗯嗯，这是信仰宣誓啊，信经。参礼会众于读经及阐释圣经的讲道中聆听天主的圣言以后。 一起以信经或宣信做出回应。主祭和会众于主日和节日应一同咏唱或诵念信经，在比较隆重的特殊庆典中也可以诵念。若是唱信经，由主祭起唱，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什么叫有需要的时候？就主祭唱不了。 啊，嗓音可能不太，呃，不太好，呃，或者是说他那个调是拿不准呢，等等。那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由唱经员或者是歌咏团一起起唱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全体一起歌唱或会众与歌咏团轮流对唱都可以，或者是会众与歌咏团轮流对唱。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信仰宣誓一定是全体参与的，啊、嗯。 好，信仰导词我们不说了，因为时间嗯不多了。信仰导词我要详细的讲，下一节课我们要详细的讲。呃，我现在回答一下那个问题。嗯，那么为什么读经后才说？嗯，我不清楚，在神父读福音时，福音前有一个莫岛的地方，是不是画十字圣号？呃，我不清楚，读福音前有莫岛的地方吗？ 读福音前有需要默祷吗？应该没有默祷的地方，只是说鞠躬，然后说呃怎么着呃那一句啊，使我诚心诚意恭读你的福音啊，嗯，那个呃礼书上有写吗？我看看书上面没有写呀、啊，书店上面没有写就没有啊啊这个这个什么上面感恩祭典上面是有的。 读福音，嗯，我们看感激点上面应该没有画十字吧、啊，但是这个呃降伏的时候，主里降伏指示，或者是如果有主叫啊降伏，呃,呃就是如果有主叫主里，一位神父，啊、呃、读福音的时候也求降伏，那么这个时候你都是扶手了啊，嗯不用跪下，嗯扶手呃,呃降伏的时候是有画十字的。 我看，那么为什么读经后才说？什么叫读经后才说？不明白，是否是特指所读与未读的一样呢？嗯，这个我不清楚，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读经后才说？是否是特指所读与未读的一样呢？嗯，这个不清楚。好了，嗯，还有什么？ 好了，没有什么问题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差不多，嗯，差不多到时间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嗯我看一下。 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如果有，呃，还有一些问题我还没有说，我们在我想把这个信有导词我要详细的说一下，有另外一个课件该怎么样，呃，写信有导词啊，我们然后再讲圣道礼仪的禁忌，这个下一次再讲。嗯，呃，还如果哪些地方不清楚呢，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是呃讲完以后，我们还会有给大家充足的时间提问。但是你上课一定要注意听，如果需要的时候呢，可以看回放。呃，最近呢，我这个回放可能会多放一段时间，因为我过几天要去做大毕竟呃，可能时间长一点回来。那我们差不多应该是六月呃二十号左右吧。 啊，应该六月二十号左右才开课，那个时候我在删除，呃，以前讲课，所以这一段时间呢，需要希望大家能够呃多看一些回放，然后尽量提问问题的时候。 嗯，不要提我上课讲过的，就是已经讲过了，你还提，我再重复我讲过的就就有点花时间了。因为大部分人如果听了以后他就明白了，那你如果还是讲了以后有些还是不清楚的地方，还是可以问的。我其实喜欢大家问问题啊，这样我们清楚了之后，好能呃规范化的去举行啊，尤其是大家特别着重的，我希望啊、呃、大家着重的就是注意到。 弥撒各部分的意义，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啊？当然，有的时候如果问一些礼规方面的，也是可以的。但是重点，你先明白礼仪的精神是什么。比如说刚才我在讲，嗯，我们呃呃，指挥的不可以到读经台上啊，我我没有地方，嗯，就是。 话筒不方便，呃，上课不方便的时候，只有读经台那儿比较方便有话筒。那我我也不可以到读经台上去上课，给大家在礼仪前讲一点讲一点礼仪方面的呃事情，不可以，不要只听这些，不可以，呃，不不合适。但重点我们要问为什么不合适，为什么？ 每一次我们提到呃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先问这是有这一部分有什么意义啊？怎么样？为什么教会这样规定？在礼仪当中，它的意义是什么？礼仪的精神是什么啊？那我们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嗯、呃，要特别注意，嗯、呃，我们现在上课学习的是。 根据礼书、感恩祭典，还有就是弥撒经书总论，还有训令里边提到的，呃，一些啊、呃，就是我们所说的，呃，常规、规范化的该是怎样的。但是在实际的牧灵生活当中呢，在不同的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出现了好多，呃，这叫非常规啊，特殊情况。那么特殊情况，我们在特殊对待。 如果你说你可以解决的，那你就你就说我们这已经特殊情况了，都特殊情况的，一直特殊情况都成了常规了，那我就无语了，呵呵我就没没有办法说什么了。所以尽量的我们学习呢，就是为了让它慢慢规范嘛。当然，如果特殊情况，我们再特殊对待。什么叫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我们说了。 要有读经台，在读经台上读经。那我们如果要是信众回应的部分，那读经呃不应该是主理读，呃应该让信友呃读经，或者读经员，或者是呃就是信友当中的一位临时读经员都可以的。那么你说你有一共十个老人啊，呃八个聋的啊，呃九个八个聋的九个不识字的，你说这怎么读？那没有办法呀。 那是那么虔诚，那么热心，那神父给他去送弥撒啊！如果在老养老院里边，你说怎么办？那只能是神父一个人全部都解决了。信有导词也神父的，信有导词神父都念，那读经也是神父念，那怎么办？没有，可以啊。 因为那特殊情况嘛，我是指的是这个特殊情况。你要是说我们特殊情况，如果我们能解决的，啊、呃，我们不去解决，我们不去把它规范，还是按老样子，因为这样习惯了嘛，省事儿嘛，啊，节省时间嘛，啊，如果我们学习了，那我们为什么学习呢？我们学习，我们就是为了让它规范的去举行。为什么要去规范的去举行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更主动的。 积极的去参与这神圣的礼仪，好能让我们越来越惊艳到与主相遇的那一个那一个美好，那个经验，把我们与主相遇的这一份经验带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就有能力去一借着天主给我们的力量恩宠，就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 一些啊困难也好啊逆境啊啊问题呀、啊、等等，我们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就有能力去去，就是像圣保禄宗徒所说的，去活出一个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了，是基督在我内的一个生活，让别人看到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的面容。哦，你怎么这样啊？因为我是基督徒。 哦，你怎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我是基督徒，这样我们就越来越活出我们一个有信仰的，有有一个呃属于基督门徒的一个一个生活。我们就是越来越让我们活出一个，这是我们教会生活，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全员嘛。这是我们学习礼仪的目的啊。好了，那我们嗯、呃、到时间了，今天就到这里。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期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次再见。